Leo 聊四季，天元中心。大家好，我是 Leo。今天来看 Hera 加上 Yo 两位顶尖职业选手对上四位的1500玩家。那这1000玩家是只有两位了，不好意思，刚刚讲错。那两位呢是1500，一位是1200，一位是1100啊。所以 Hera 待会他们要面对的是这个比较有一定程度的玩家，已经脱离新手的范畴了。所以打起来呢，可能会像不会像之前这么轻松的感觉。那这张地图他们选的是陆地游牧开局。陆地游牧的特性呢，就是它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到处都有这个鹿群，还有这个猪啊、石矿啊、黄金啊，比较不会出现那种需要很早时间开始跑贸易的问题。只要一直到处去挖矿，基本上可以直接打到底，不从头到尾不挖矿也是没问题的状况。那陆地游牧的话，跟游海游牧的一个差别就是不能赶快去开下码头去捕鱼哦。这一点的方面是需要更快去吃这个打猎的鹿肉，还有这个猪肉，赶快拉回来吃哦，是个重点哦。所以陆地游牧来说，比游海游牧是比较不平衡的一张图。因为游海游牧的话，你开局地点很烂，你还可以靠海把这个肉补起来，也不至于让你去有断肉的可能性。但是陆地游牧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惨一点，因为陆地游牧的话就没有办法利用这个海的优势，所以一开始还要赶快把这个羊拉回来，避免断村的可能性。所以游牧部分的地图类型地图对于新手来说是比较充满挑战性的，但娱乐性质也是比较偏高一点的。这边看到左边 Hera 就在左边，中国呢这边是遇到了 Hera。 好，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点位。OK， 大家分布有两家选择了边边角角，又是选择了下方角落，想要来一个边缘人开农战术啊。那玛雅这边呢，也是选择了边缘人哈。那上方两边也是都选一个边边角角。通常啊，游牧都不会选择正中央开局哦，因为正中央的话，基本上就是海景第一排的意思哦，你随时都有可能会变成你家就是战火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还是会选择边边角角情况会比较多一点，但选择边边角角开局也很容易撞到人，因为大家的想法其实都差不多的。所以你看这边就遇到了 Hera， 遇到对方的敌人就在隔壁而已了。好，那先来介绍一下文明的特性。文明的特性，日本人在陆地游牧来说其实没有太多的优势哦。那他这边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到处插模仿的时候有这个半价的优惠，木头销量没这么严重，可以到处插这个模仿，然后拉三村或者是四村去吃这个鹿肉一直到处这边插模仿一直吃这个肉，吃到这个野味吃干抹净为止。这可能会对日本在这边的开局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优势。那其他部分日本的话，他在陆地游牧的阵地战来说也是相当厉害，由于是他这个大型箭塔还有这个银冠技术，让他箭塔的箭矢数量可以到非常多。那后期的日本的巨型投石机呢，在攻城还有拆除对方巨头的时候也是相当好用的，因为它会增加攻击速度。那总体而言，日本还是要打一个工兵还有步兵路线会比较适合，落马的话算是辅助的。好，那来看一下他的队友右是选择了波斯人。波斯人的话，虽然黑暗时代现在是没有工作效率的加成了，但是到了11月1号，我们明天世纪帝国就要改版了。明天的波斯开始就有这个黑暗时代工作效率的加成，所以让他在黑暗时代的这个优势稍微有了一点点。那之前我在影片里面有说到，波斯的这个升级时代和研发支部是吃不到工作效率的加成。那这一点我去查证过后发现真的是错的了，因为之前被观众纠正说这个升时代其实没有加速，那我发现我自己实测是有加速的。所以这一点有可能是在哪个环节里面我们两边都发生了一些记忆上的错误，所以导致有这个播报上的错误，先跟各位说声抱歉了，这个有点不太正确。那现在呢，这个波斯是确实有这个时代上的升级的优势的关系，所以它的村民数会比其他的文明再更多一些些。那波斯人呢，主要后期是要打游侠和这个波斯工兵，
步兵路线稍微弱了一点，因为他的步兵没有双手剑兵了，只有长剑兵的部分的关系，所以他一定要打步兵跟骑兵为主的文明。那他本身呢，也是有骆驼重装骆驼的文明，所以他真的遇到对方非常多的马国情况下，也可以转出骆驼稍微克制一下。但是现在对手驱逐罗刃，如果你出重装骆驼去跟对方打的话，也打不赢马力啊，两边的骆驼。所以这一把波斯可能要怎么打都会很难打，只能尽早把敌人给 A 掉，不能打大后期，要找一个早期进攻，如果拖到太后期的话可能又会非常难打。好，那来看一下中国这个文明，中国这个文明开局的时候获得三村，那这个三村效果在陆地有牧师要盖完自己的城镇中心才获得三村的加成，所以这个能力让他在这些地图里面也不会到非常作弊啊，算是相对平衡的一点能力。那在陆地游牧的时候，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村民可以提前去吃鹿肉。当然，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有海游牧的话，你还可以搞出伐木去产出自己的渔船，补充一些肉。但中国这边就很极限你这边挖木头也只能去撒农田不然就是要去插磨坊吃野味了。所以这一点，中国在陆地游牧的情况下，其实会更需要去插磨坊到处吃鹿肉的。好，那我们看到 Hera 这边也是下了一个魔方，带了四村去吃鹿肉啊。可能这两边都要采一个吃鹿肉的方式去拓展自己经济会更好。前期撒农田不是不好，而是你前期撒农田需要耗费这个木头。那如果你耗费木头去撒农田，农田也会吃完啊，而且农田的运作效率也没有打猎这么快，所以打猎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一点。那中国文明呢是比较适合打全能型的，不管打步兵、工兵、骑兵其实都是 OK， 而且它也是有重装骆驼的文明。那它的中国连弩呢，在团战来说比较常见，通常会打这个中国连弩配 中型投石车会比较常见一点，因为中投是可以有效克制战矛兵的单位。那中国连弩本身呢也没有太大的弱点，弱点就是手短而已，也很害怕对方的投石车。所以中国人也可以视情况去转出自己的重装骑士进行压制敌人的工程器单位或者是战矛兵都是蛮适合的。接下来介绍玛雅。玛雅在团战的表现来说算是普普通通，但是他是老鹰国的关系城堡时代可以考虑飞一波老鹰飞到敌人家乱捅一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单位。玛雅这个老鹰飞的战术到了利用时代也可以变成100血的老鹰非常的惨。那总体而言玛雅人的打法比较偏向于工兵毕竟他工兵单位的歼灭非常的多，产出玛雅羽毛箭射手也是相当的便宜，虽然没有比以前便宜以前的造价真的很省，但现在的版本玛雅羽毛箭射手这个造价已经变得非常非常贵了，没有办法像以前单 TC 然后出羽毛箭射手开始无脑爆了，所以在团战来说他也是需要一个先开农后爆兵的一个打法会更适合玛雅。好，那接下来看一下驱逐罗刃。那驱逐罗刃呢，它这个文明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骑兵单位有这个增伤 40% 的效果非常多。那到城堡时代它的骆驼基本上是不太有人能打得赢的，而且它这个增伤效果连工程战象都能吃得到，所以驱逐罗刃它的在团战的地位主要是出骆驼为主。它的环蓝投掷手在团战并不是非常的亮眼，它的骆驼给予团战的帮助是比较大一些的。那它前期呢，由于可以把这个模仿放进这个羊肉的关系，所以它在陆地游牧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需要开局一村去到处找羊，然后把这个羊可能赶到这个模仿里面会更好一点。但由于这个黄手并不是顶尖玩家，所以它可能就是打得比较随性一点，所以这个部分细节我们可以不用太看重了，毕竟大家是来玩游戏的，来挑战黑老他们的。好，那还是有差一些模仿。好，那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个文明，这是玛丽人。玛丽人他的挖金速度特别的快速，而且他的骆驼到了帝王时代有这个剽悍精神，但他的骆驼攻击力可以变成7+7，有14攻的伤害，骑士则是19攻，攻击力非常高的一个骑兵单位。那他的肉马呢也可以到7+7，有14攻7骑兵的伤害，非常可怕。所以这个玛丽人主要还是要打这个步兵飞刀女猎手或者是剑兵勇士，还有这个自己的肉马作为主轴，其他部分就比较偏弱一点。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中国已经怎么样的升封建时代了。
那玛雅这边呢是选择了一个开农啊，赶快速成，然后生城堡时代。然后黑拉跟鼬呢也是选择了直城打法，两边都没有选择要来开搞。好，红色升到了城堡时代，蓝色也升到了城堡时代。那目前看到两边呢，时代都已经升了上去了。这边一升城堡时代选择的是工程器制造所。军营的部分还没有下，所以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要打步兵还是骑兵哦。那日本在团战来说，也可以短时间的城堡赛打骑兵哦，因为他骑兵也是有品种，也有几马凯。城堡赛初期是也不会太弱，那也有可能是顾虑到对方的骆驼果有点多哦，所以这边是让右初期是会更好一点啊。那自己呢可以考虑出强弩啊，或者是枪兵路线哦。重装长兵帮这个队友戳一些骆驼也是不错的选择，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戳头战术，戳戳加头车，然后再加老头，也是相当适合这个日本的这个战术。好，那目前看到中国这边是插了非常多的箭塔，因为敌军就在隔壁了，他相当紧张，先插了几根箭塔压压惊。这边也可以继续往里面深插，但是现在 Hera 这边投石车已经出来，只要三台投石车，基本上这个箭塔是很难一直蓄量，一直连续插起来的。好，这边投石车要再继续按吗？看这边是稍微收村，黄金部分稍微少了一点。对啊，这边黄金还要再挖一下，才可以再按出第二台投石车。好，那玛雅这边果然是三 TC 开农，这个是比较适合玛雅的打法，而且他旁边也没有人，先开农就对了。现在利用中国一个人去扛两架，是一个不错的策略，让三架有机会可以发展起来。等到中国真的扛不住的时候，再往后撤，再就去复国起来，其实也是 OK 的。中国这边是转出了枪兵作为防守，然后担心枪兵没有控好的感觉。好，回头戳一下骑士，骑士血量很残，回头砍一刀，这么偷，两只骑士残血。黑拉这边要按只老头帮忙补血吗？还是又好像刚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来，我已经盖好了啊，马上要把这个修道院给 delete 掉，把这个 delete 掉的木材啊去转出农田，啊，这个就是他们沟通上的一个细节。哎呦，这边修箭塔，结果还被砸掉了一村。好，那这边用头车去砸箭塔的话，一定要来一村来修理哦。这样你的投石车呢，就可以安全的接到这根箭塔，对方还一直修这个箭塔，就会很伤经济。好，那后方的青色玛丽转了一些骑士到了前线，看可不可以抓掉投石车哦。但是波斯这边本身也有骑士，那这边还是要看一下要不要转一下修道院。不然就是要靠打搭配了，这个右一定要转出老头到前线帮忙招降，就不能纯弄了。啊，现在老头在家里慢慢补血当中，家里部分也稍微围好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黑老这边中间围一下，家里围住，然后中间开始用投石车攻击这边的城镇中心。好。这时候曲轴人也转出了一些闪避马，这个斯里瓦姆杀骑兵哦，它可以拥有闪避对方箭矢的效果。好，两只骑士冲了进来，闪个一发。哎呀，这个投石车真的是没有老头帮忙防守啊，可惜了一点。黑拉也没有按枪兵出来哦，真的是不太妙。哎，投石车砸了一发，把对方的骑士砸了一滴血量，自己投石车也砸掉，反正这个投石车也没救了。这个交换是换得很漂亮的。OK， 来这边补一下房子。好，玛雅这边准备要老鹰飞了吗？哎呦，在升级老鹰喽！城堡时代老鹰飞真的是玛雅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招式哦，不当然只是玛雅，像印加或阿兹哦都非常强大。那我个人认为最适合这个战术的文明应该是阿兹哦，阿兹有这个居民的工作效率，老鹰可以产得更快一点，而且再搭配他的老头，
有这个475可以招降建筑物，还有这个港口，对方的骑士哦，还有这个工程器啊、建筑物啊，都是很方便的。玛雅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头没有这个475救赎思想。不过有救赎思想的话，玛雅的老头配老鹰哦，其实是蛮难产的。好，那这边攻势稍微被减弱了一点。火车要继续砸城镇中心吗？好，这边闪避马数量只有4只。那波斯这边转出来是骆驼，开始让骆驼去反制对方骑兵了。好，结果自己出老头，结果被打掉，哇，尴尬。Hera 这边没有转枪兵，真的亏，尤其又是日本。游戏里面有时候打搭配哦，就是比较可惜一点，就是这样子，因为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叫队友干嘛干嘛，你就只能自己出，会比较好。靠队友就很容易会有这种翻车事件，所以还是要自己按出老头挡手，待会有机会再补个枪兵哦。就没想到这四架打的是一个强攻路线，也没有存龙，老鹰这边飞的还不错。好，但老鹰有抗招降能力，但最后还是遭到了一只老鹰，而且打老头有额外增伤，非常痛。老头第一血被抽掉，老鹰还在右家里飞来飞去。正面的部分 ，Hera 稍微把对方给逼退了回去。好，骑士在上面聚集一波，来到了8只骑士。老鹰这波已经被抵挡了回去了。OK。那现在波斯三 TC 开农，经济越来越好。现在村民数最多的是波斯75村，驱逐人是72村哦。哦，76村是玛雅哦，应该是玛雅最多，多一村了。好，这边非常大量骑士淹了过来 ，Hera 这边的老头没有办法进去，里面人满为患，村民都在里面了。我们有一些骑士砍到 Hera 的村民，这一波交换 ，Hera 有点扛不太住。不按个枪兵真的太痛苦了。好，这边溜进去再围一下。把这个骑士关本兽。Nice。好，这边骑士再爆砍一波。好，终于用老头解掉剩下的骑士，当然家里也是受创了一点经济哦，村数稍微下调了一点，7村。那也还好，这个 Hera 竟然是4 TC 开的，所以村民数很快就可以补起来。好，这时候中国终于点下了城堡时代升级，哇，中国一国养了3国，一个人扛住了这么多的压力。那待会中国上去之后，看要不要先挖个石头，挖一根宝，还有再挖，可以。找一下枪兵，你的枪兵借用一下，可以招抢到。好，那目前看到波斯右这边是拉了非常多骑士去跟玛雅应战，玛雅这边非常多的老鹰想要来互相开打，这边稍微操作一下，把在追逐骑士的部分稍微拉扯，让自己的主力可以去对付更多的老鹰。但对方其实也过来营救，这一波可能要先赶快回防一下，转一些骆驼出来。好，波斯的经济现在非常非常的好，92村，经济越来越好。好，3TC 农而已，没有下到4TC。日本这边则是转出了5TC， 4TC 啊，不是5TC， 看错了，我有这个代补，这个是军营。那个军营的部分，待会要赶快先升枪兵哦，不能先升装甲。那如果是升长枪兵的部分，打老鹰就会很难打。好，玛雅在前线补了一根城堡，这边是百家争鸣之地啊。哦，这边直接把这边围死，让这边盖城堡的成功几率有大幅提升，后面围好。哇，这不愧是1500家的玩的一个想法，把后方围死，城堡就可以好好的盖起来，非常 OK。下方骑士送了一波驱逐卢人，想要正面突破，但是被黑拉及时给围好。这边补了一根新的城堡。好，那这边想要直接拆掉房子，好像有机会，血量掉得很快。黑拉有继续补吗？这个房子的血量，然后后面不打了。好，右边这根城堡看来也是要被建立起来。
那还好 Hera 这边已经要升到城堡帝王时代了，待会巨型投石机出来就可以很好拆除右边的城堡了。现在没想到两位顶尖高手被四位玩家挨着打，相当罕见的画面。好，这里有非常多的村民都竟然想要连环堡吗？哦，这不是连环堡，这是独立堡。盖不下去啊，这个老头卡在这个位置，这个要 delete 掉了。好，想要逼他走，哎，这边盖一个房子，让他不能盖城堡，笑死！老头踩住的位置，哇，这边城堡盖不起来，村民被抓包。但是这边驱逐人非常大量的骑兵单位在攻击这面的房子。好，这边终于打出了一个洞来，黑拉家里开始遭受到了骑兵的骚扰。好，这里再补一个石墙，居然及时补住了，太神奇了。他们的补洞跟我家的补洞总不太一样，他们都可以秒补，哎，好奇怪啊。好，在这边闪避马打建筑物伤害非常高，直接敲破了房子。后方的村民赶快收村，家里没有长枪兵来防守真的很难受。但 Hera 这边也没有打算要来打枪兵，而是打的是拇指环打工兵啊。但打工兵路线很容易会被这个斯利姆瓦萨骑兵给抓掉的，这波有点惨，看要不要按一些日本武士哦。啊，但这边也没有先按日本武士，先按是巨头。在家里惨受到 BBQ 的情况下，又已经拉了非常多的骑士到了这面，想来解掉玛雅的军事基地。好，看后方转出来更多的杀骑马，想要直接爆死对方。好，中间再补一根新的城堡。好，黑拉村民下降只剩下111村，但没有想到他已经被砍了这么久，自己的村民损伤并不是非常明显。好，强弩弓出来。好，但闪避马打工兵伤害很高。右边这个洞看起来是打不太进去，玛雅这边防守还可以，补了一个大石墙。这个军有点危险，但没有关系，后方就我来营救。玛丽的骑士过来，但是没有二攻，但要打掉这些残血的骑士哦，应该是问题不大。而且这边还有更多的枪兵，哇，这个枪兵在看戏呀、啊！这城门被堵住了，已锁定。这个是三跪吗？好雷哦！好，这边波斯也是拉一些骑士帮忙捡一下这个闪避嘛。OK， 升到帝王时代的波斯点下了重装骑士的升级，待会要再存一些资源哦，来补一下游侠。那现在是波斯要开始往外征讨的时间了，赶快去外面挖黄金哦，不然家里一直被控住哦。好，两边都在帮忙开拆这根堡。解掉了右边的家里的问题，强弩开始慢慢杀了出来，闪密码再次集结，驱逐路人之手点下帝王时代，玛丽这边帝王时代也补下了，这边骑士现在是一般的骑士，还没有任何的特殊能力哦。玛丽在帝王时代的骑士才会比较强，完成帝王是对的。好，这里有一波骑士加上骆驼直击了后方驱逐路人家里的领地。损失非常多的村民完全没有收村，没有意识到家里自己已经 BBQ 了。哇，这边屠到非常多的村民哦，这一些骑士哦打了30只啊，19只的村民。好，这边盖堡这个被玛雅的老鹰加枪兵哦解掉了大部分的村民哦，这根堡变成 99.43 哦。只差一点点哦，就可以盖好这根堡，但这根堡看起来要盖起来有点困难。好，这个玛雅很聪明，赶快围起了非常多的石墙。这边非常多的重装骑士也打到了紫色中国逃离的村民，后方两只骑士还在追杀农田里的村民，这边村民真的不收村会损失惨重。
好，用大石墙把这里围起来，待会右就不能把这根堡给盖好。那右暂时要解掉这一坨枪兵也是很困难啊。哇，如果被封锁起来了，没机会。玛雅这边反应相当迅速。好，黑老这边也是转出了枪兵，终于转出日本最强大的单位了，步兵单位啊，攻击速度加伤33%哦，攻速极快，戳爆这些骆驼跟闪避马还有骑士哦，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好，但枪兵不能走太远哦，跟枪兵走太远，家里后面会爆炸，有巨头，拉回来。好，开始慢慢往外出。哦，这边游侠升级上去了。再过来想要盖堡，发现哎呀，已经被围起来了。又一定非常纳闷，你们怎么会现在的1500家这么会玩游戏的吗？哇，损失惨重啊！对吧？这边直接按下了一台巨头，开拆正面的石墙，只要挖出个洞来就可以挡住。那由于对方现在枪兵配劳役的组合有点难产，存出波斯工兵也不太行。好，上方部分还在聚集大军当中，驱逐罗人这边再补下更多的马，想直接包掉。但波斯这边的游侠又再次攻击到了驱逐罗人家里后方的经济，这边又疯狂补了游侠，到处乱窜了。好，这边闪避马直接上前，直接要开始包抄后方强弩。这边的枪兵有点没有第一时间回防到，强弩虽然只剩下少量十几只，枪兵到处乱跑，没有再进行攻击。那一坨强弩直接被包掉，非常的可惜。这一波闪避马适应到了非常多的枪兵在乱走。哎呀，这个控的很好啊，黄色的控兵还不错，这个细节有控好。让赫拉这边损失惨重，赫拉这边只能转出更多的枪兵进行反击。好，但后方这边非常多的游侠击杀掉了大概47村，我靠，47村。好，这边敲一下，这边把这根堡给盖起来了，哇，盖了超久。好，玛雅这时候也补下了黄金国，待会劳鹰的血量就会高达100滴血了。好，这边直接转出大量枪兵的日本，让对方三家马国瑟瑟发抖，应该是两家，中国应该不会再打马，打中国连弩吧。但中国现在要复国还需要一段时间，他的城镇中心才刚补下第三个、第四个才对，实际来说没有很好，虽然有盖一栋城堡，但没有资源回去产出中国连弩。那通常你是被督个内家，最好是把城镇中心盖到队友家最里面开始开农，不然你在就近开农复国的话很容易又守不住，让你白农一场。好，下方非常多的枪兵过来，游侠这边应战，应该可以出掉非常多的游侠哦。这一波又非常的亏，用游侠去扛枪兵是非常不好的选择，但是是逼不得已。哇靠，这一波游侠死伤惨重，虽然枪兵也是损失一大堆，但是100血白血黄金国过来，这个老鹰一直追，但是后方又非常多的游侠开始痛击后方驱逐弱人的后方经济，现在要转出大量的骆驼出来很困难。这时候又突然意识到，只要解决掉驱逐弱人基本上他们就十拿九稳了，确实是这样子，他们最大的天敌是跟马国，接着罗兰的骆驼没了，他们就可以继续产出游侠进行压制敌人。好，这边枪兵继续，但这个骆驼骑兵居然升不上去，重装骆驼还没有补，终于补下了，但是 TC 已经被爆掉两个，肉类需求非常的多，但是没什么游侠可以在前，没什么骆驼可以在前面出现了。结果这边也没有等重装路途升级好，结果家里直接 BBQ。 好，玛雅这边转出了非常多的老鹰跟枪兵，开始要来反击回去又的正面部队了，但是日本转出了非常多的日武，
日本武士正面迎战，精锐还没有 up 上去。好，又黑老已经开始放弃打工兵了，对啊，我也觉得打步兵比较实际一点，工兵的话不太适合这一场的感觉。好，这边又有少量的游侠继续攻击，这边驱逐罗伦的村民数已经剩下53村了，非常多的游侠再次上前帮坦一下。好，上方戳戳也是帮忙戳骆驼，哇，有戳戳在这边，骆驼就很难做到事情啊。游侠这边击杀到了非常多的村民，好，黄金火，老鹰想往后飞，有机会飞到后方拆掉巨头吗？但是后方有游侠在追逐，但是满血老鹰实在是太惨，扛住了游侠的伤害，顺利的解掉巨头，虽然自己的性命也没了，但至少有把这个危险的工程先拆除。那玛雅这边有暂时不会被攻破，那玛雅这边可以暂时拖住敌军大军。那正面的部分只能靠玛丽的剽悍精神骑士哦，12+719攻的重装骑士哦进行反击哦。现在遇到这么多的枪兵的情况哦，可能要转出飞刀女猎手才可以打定这些枪兵哦，继续出骑兵单位会很亏哦。这个部分哦就是15+的玩家们转兵上的一个困难点，投资的太多东西在同一个兵种单位上哦，很容易要转兵就很难转。波斯这边是打算用游侠打到底了，没有打算要转波斯工兵。好，点下金冠技术。哎，这边是要守尸城堡的意思吗？好，看起来是哎。好，现在波斯要全面针对玛雅了。好，后方游侠抓到非常多的伐木工的位置。哇，这一波玛丽可能也要凉凉了，中国这边努力浓起来。哇，依旧难浓。后方村民死伤惨重，杀了93村这一坨的游侠。正面的巨头持续开拆，把上方城堡拆得差不多了。好，这根城堡也是守尸完毕。好，遇到大量枪兵，赶快拉走。基本上驱逐罗伦已经是走远了，不太能复活了。玛丽这边也是被暴打一波，东吴这边只是还没有回农起来，所以现在只有战斗力了，只有这个玛雅了。非常多的枪兵哦，到处乱戳。好，玛丽这边用巨头稍微反击一下对方的巨头司机。好，哎，玛丽转强弩，这什么奇怪画面？玛丽虽然有强弩啊，但是没有三级射。哎呀，还是真的蛮废的，完全扛不住日本武士啊！哎呀，玛丽工兵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千万不能出工兵啊！哦，波斯战象，什么鬼？又这边突然转出了波斯战象。波斯战象哦，在实战中相当少见哦，因为它是需要非常大量资源。那你们要说他在羞辱对手，其实也不算是啊。啊，以实战来说，最近登场几率越来越高了。刚好我们明天哦，这个山脉王室哦要进行改版哦，波斯战象对建筑物伤害提高非常多，而且自带相扑科技哦，移动速度就会自动很快。所以可能未来哦，出战象是个常见事情，而不是羞辱对手的事情哦，也说不定。所以这个部分哦，大家自己斟酌判定哦，到底是逼验对手。羞辱对手还是真的是实战可以用的东西。好，那看到上方游侠还在继续逐进当中，杀了127村。那玛丽家里基本上也是走远了，上方驱逐路人还在到处搬家。 Hera 并没有打算要放过黄色，
但是枪兵哦，打这个战象伤害是非常高的。其实出这么多战象哦，还是很容易被大量枪兵给抽掉的。战象你要第一时间回击哦，才有可能打得回去。因为战象的正前方哦，是扩散伤害的效果，伤害非常非常的痛啊！警报了，日本武士帮忙补一些伤害。后方巨头拆除这根城堡还需要一点时间，只有三巨头。好，战象继续往前，不然战象来顶，战象顶城堡也很痛哦。战象只有八点伤害，那也是有外增伤的。所以顶下应该是30几滴了。好，但正面有太多步兵单位，所以战下没有时间可以去顶后方城堡，还是要优先解决正面的部队了。哇，顶得好开心啊！这个战下，战下就一直疯狂直接点射这里，然后把游侠控好，到处乱砍。好，那黑娃这边开始再转出日本武士，没有要打枪兵了。那待会再转一些日武到右边啊帮忙，应该就 OK 了。下方的部分扛住对方的马力双手剑兵，哎呦，双手剑兵啊！那马力的双手剑兵的远防也是特别高的，所以日本这边转强弩也不 OK。好，这边马力的强弩遇到游侠也是无力回天。战象继续往前突进，战象太强了。哎呀，有没有考虑出个老头在后面呜噜噜呜噜噜？对，这个呜噜噜肯定是好用的。哎妈呀，好像没有这个想法，他是被打傻了吗？吓到了，大象冲击，让他太惊吓了。惊吓过度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做出一些不符合常理的事情，例如用弓箭继续射大象，这件事情都是相当不合理的。你的弓箭手射到手断掉，可能都还射不死一只大象。好，大象开顶，血量掉很快。好，正面的双手剑兵解掉了后方巨头。波斯城堡一直往内陆继续深盖了进去，这坨游侠还在打，打了200多只的单位了。这个游侠价值连城，其实又应该也在想，这坨游侠到底哪时候才可以送掉？送掉游侠之后，就可以在前方产出更多的大象，然后基本上一直都是处于满人口的状态。好，正面的双手剑兵想要跟日本武士对砍，但日本武士数量太少，根本砍不起来。以双手剑兵的量产速度啊，还是比较有优势一点的。日本想要补齐大型箭塔，开始往前伸推，但是又被阻挡住了。后方的枪兵也是在看哪里有在复国，到处在巡逻当中。但是玛雅扎里的城堡已经快被拆的差不多了，这一根是他的倒数第二根了，还有一根在上方正在盖。不如玛雅就多补一些军营吧，枪兵再多安一点，老头也多安一些。好，日本武士直接绕背，成功抓到玛丽的村民。中国这边快要复国起来，但产出来的是中巨型投石机。那等一下，我发现紫色是中国，不是玛丽的。哦，玛丽打强弩，怎么那么奇怪？不是中国打强弩，怎么是玛丽啊？玛丽没有三级色，我一直想说奇怪，怎么这个颜色越来越对不上的感觉？原来是中国在打剑兵勇士啊！但中国跟日本比步兵是不是怪怪的？你有强大的中国联弩去射爆日本武士是绰绰有余，但日本武士砍你的剑兵勇士是轻而易举，人家有攻速加成，而你没有啊！哎呀！日本跟中国的爱恨情仇，对，没有想到中国被完成硬生生完成日本的形状，变成步兵爆。好，正面的部分战象继续伸推，铲平一切，看到什么建筑物就踏平什么。
啊，驱逐人这边想要复国，但一直没有机会。这边还是有少量的枪兵跟日本武士极力努力阻挡他这边复国的可能性。好，左边游侠来帮忙解掉这边的剑兵武士，日本武士也顺利解掉了。哎，这边怎么解啊？我们稍微倒过去看一下。好，这面冲突是因为为了这根城堡防守，但剑兵勇士数量其实不是很多啊，随便打随便死啊！哎呀，你看不用游侠来帮忙，靠日本武士也是砍烂了。好，看起来日本加上游侠的威力还是让四位玩家扛不住啊，最后大象无情碾平。从我这手转出骑兵科技，还不是弓箭。他可能觉得转弓箭也打不赢游侠啊，确实确实。那不如你就转个枪兵配弓箭如何？但他现在要转也很困难，毕竟中国被都跟过，经济摆就很差。好，这时候四位玩家挑战者打出了巨举 ，Era 跟 Yo。顺利拿下了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我觉得打得很不错，又这边的游侠疯狂冲锋，扛住了正面大局。由于他的这个多线骚扰，让先把这个驱逐罗人给打掉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驱逐罗人一倒之后，没有其他文明鸟可以有效的克制右的这些游侠。那 Hera 这边呢，则是用日本的阵地战盖了非常多的城堡。守住门面之后，转出了大量枪兵哦，戳爆了出马的一些骨架，像玛丽亚、驱逐罗啊，他们这些马直接被戳爆之后，中国呢，他这边转出的是剑兵勇士，那剑兵勇士呢也打不赢日本武士哦，所以整体而言，他们这边的转兵方式哦，都是被 Hera 跟 Yo 给 counter 住了。那最后转出的大象也是无情平 A 哦，碾 A 了过去，踏平了玛雅正面上的所有建筑物。后方虽然没有被碾平哦，但也是凶多吉少，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好，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哦，经济的部分是由右这边经济拿下非常多的胜利哦，基本上是三个资源都赢，木材的话则是少数了一点，黑亚一点，基本上四个资源都是在右跟黑亚这里。那军事方面呢，是波斯这边拿到 3.48 KD 哦，哇，这个 KD 值非常好。那日本还有 1.80 也不错啊。看起来这边杀敌数也是非常夸张，来到了1071个杀敌数，这一只损失308，毕竟他的单位都是相当精锐，哇，这个又这一把打的也算是蛮凶猛的。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帮我下订阅，我们就下次再见了，各位拜拜。